具 TV 第23季第三集，咁啊頭先已經 air 完一輪之後咧，我哋其實多句啦，呃走緊嘅啫。我哋在座，我就好肯定，絕對唔係一個好嘅酒評人，所以側跟有兩位經常灌異性去飲酒嘅 Vicky 啦，係一位，刁蠻，係一位，係一位。啊，咁樣陰佢唔到，過氣嘅。啊，內子係自己飲酒嘅，所以係啦。咁啊，另外中意陪。陪一我唔知點叫女朋友定阿嫂好啦，係咯，點都好啦，咁啊，係啦，咁啊，另外一位酒評家阿嘉，咁啊，同我哋今次好好咁樣品嚐下今次呢一個 Alphamax 竟然係出咩咧？出酒喎，麻煩整翻個 close up 啦，即係又識玩玩具，又識玩紅酒，係啦，玩曬啦，玩曬啦，真係一大樂事啊！坦白講，我點都要 show 一 show 啦，今次呢一個鐵甲萬能俠封面嘅。繪畫的朋友呢我是認識的、亦都是本地的其實你我不可以說他插畫家他都幾鬼小產但是小產之餘其實他的畫工是非常正的我稍後時間先再介紹他出來、是以前人人英雄的其中一個版主、不要緊都有一句總之就好東西好了、另外介紹完呢一個封面，我哋又睇翻支酒啦。咁其實當然啦，飲酒就最重要係酒嘅質量嘅。咁我哋反而而家唔同你講支酒嘅質量住，我哋睇咗今次呢一支酒嘅賣點先。咁啊，本身大家見到啦，其實就係重點就係50週年鐵甲萬能俠誕生咗，永井豪老師授權嘅一個即係 crossover 紅酒嘅產品嘅。咁啊。整支酒的 design 基本上都是針對翻曬我哋呢一啲鐵甲萬能的 fans。咁重點其實就當然係呢一個金屬牌啦。當你真真正正係買呢支酒嗰時候，其實應該係喺後邊係有 number 嘅。哦，咁犀利啊！係啦，幾多分之幾嘅 number？ 呢一個一支酒其實就600支，但係佢 number 就598。哦，呢個600支呢一個係版嚟嘅，所以變咗就冇 number。哦，直租嘅，所以都正。係啦，咁啊唔使擔心，其實係日本酒嚟嘅。日本製嘅係咪咧？係啦，冇錯。咁因為始終係即係用咗即係百合同埋即係喺山梨縣嗰啲。麝香啊，咁啊變咗，咁睇翻後邊，如果大家識日文嘅話咧，就反而可以知道翻本身支酒嘅特性。咁啊，始終喺即係山梨縣都係啲即係紅葡萄嘅一個養產地啦。咁究竟其實日本嘅紅酒究竟得唔得咧？嗱，你放心，唔得，我哋都會好坦白咁照講嘅。2020年，2020年寫到明嘅噃。係啦。咁記住，其實除咗買支酒嘅質量之外咧，我自己嚟講都即係冇計，因為我又唔敢講話自己啲即係咩品酒專家。呢塊牌我係最緊要嘅，同埋本身呢一樣嘢我自己就最緊要。我諗飲完咧個樽即係洗翻乾淨啦，跟住插翻落去個盒入邊，其實都係個好有收藏價值。會唔會甚至乎好多人都唔捨得飲咧？唔捨得飲，我都覺得係應該係。同埋。我好中意佢前面個鐵牌咧，佢好有心啊！你睇下佢一般嗰啲平時係平頭咁，佢特登個拳頭咧係做咗立體效果，等佢飛出嚟咁樣，就打落個。好有心喎、啊！呢、這個飲啦，唔好講咁多你啊！嚟啲，試下啦，嚟大家先。好啊 ，thank you。誒好，哇！哦，一人試少少啦，睇到開心，好耐冇飲酒。嗱，當然其實我哋真係唔應該用呢啲酒杯浸。来来来，我们即刻。哎 ，thank you， 身体健康。贝利 A 麝香系啲咩嘢咧？嗱，我觉得咧，我怀疑啊吓，因为咧，始终咧呢支酒咧都系男性向一啲嘅，咁佢个味道咧。是會偏即係澀味少少嘅，因為啲男士咧比較中意澀味。如果比較偏女士向嘅咧，就會係果味啊、甜味會重啲嘅。呢咪男人味咯。係啦，因為呢只咧，我諗始終即係中意得呢個鐵甲萬能俠。我都同意嘅，因為其實如果就咁樣聞咧，我就唔敢講話佢個香味係好勁。係啦。但係就我反而就咁聞，我就覺得個果香味反而比較重。但係當然，你真係入口嗰陣時咧。
佢唔難入喉，但係就唔會係話即係俾到你一種好好柔順嘅感覺，你係會有一種即係搶喉。搶喉嘅意思係你真係感覺到酒嗰種辣啊！即係起碼咧，呢只酒咧，我覺得佢係即係有陣時有啲紅酒咧，飲完咧係會即係澀喉嚨啊，或者係會落到個喉嚨嗰陣時咧，會有少少即係好似苦澀咁樣嘅。呢只咧就冇嘅，就喺個口腔度就。哦，同埋有啲紅酒係佢會澀澀地飲落去嘅時候有少少辛苦，咁、但係佢本身就好順。係啦，即係唔會喎，係啦 ，OK， 同埋咧都係嗰啲咧係。幾多 percent 酒精？十二哦，12度。12度又唔算話好高，即係唔算話好高。但係就佢反而就俾咗種少少創喉嗰個感覺，但係就唔辣，即係落喉嚨又唔即係叫滑嘅，都係滑嗰只嚟嘅。同埋咧，因為佢可能咧係寫明可能係2020年啦，即係可能個年份都唔係話好長啦。係，就我諗即係擺多兩年都 OK。係啦，可能有機會咧等耐啲咧係會好啲嘅，因為佢呢個始終都係一個新嘅紅酒啊。同埋仲要擺落個紅酒櫃嗰度，等佢去到11、12度、16度。再加埋又用翻啲靚杯啊，或者。襯翻啲美人啊，咁可能會更加之多嘅。咁你咪要入翻三隻先翻屋企啊？係啦，咁我諗有興趣嘅朋友，我想問下係啦，咁啊得哥呢支酒你知唔知道喺邊度販賣嘅咧？因為係 Elvermix 噶嘛，咁應該正常就唔會喺玩具鋪有得賣㗎啦。冇錯。究竟係點樣可以購買到呢支紅酒咧？嗱，本身其實呢一支酒佢就會喺呢個購物節，其實都係同一個時段嚟嘅，就喺翻7月29號。因為我冇記錯，可能一張飛係可以去曬咁多個地方嘅，樓上樓下係啦，咁啊變咗去呢一個5E 嗰個單位，咁啊有一個 D12 嘅 location， 咁就會有呢一支酒賣嘅。哦，即係六嚿水酒2蚊，598蚊，598蚊。係啦，冇錯。OK， 咁啊，即係聞600支，聞係個感覺好正。598蚊，598支，咦？係啦，咦？有諗過嘅喎。係咯。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如果係咧中意鐵甲萬能俠啦，同埋中意紅酒嘅朋友，或者支持 Alvermix 嘅朋友，中意誠邀啲異性朋友去屋企享受下果酒嘅，都係一個選擇。都係一個選擇。係啦，咁啊，除咗購物節，咁另外呢一個香港美食節，本身都會有呢支酒嘅 promotion 嘅，咁到期是8月11號，就去呢一個3B F19單位，咁就自然會見到呢一支酒噶啦。嗯。好，飲杯。好 ，Cheers， 轉頭見。轉頭見。喂，我見飲曬 OK 啊。繼續係 Alvin 名聲。係。我飲啊飲啊 ，OK。OK 喎，呢個都其實真係好飲。係。即係我覺得佢係咯，佢起碼唔結口，但係。喂，整多啖咯。好啊。佢係 dry 啲咯，我覺得少少 dry。一半都冇。好啊好啊好啊。